も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と。还要去饲养室值班，真累啊。就算你这么说也没用啊，要饲养的可是活物。活物？喂，小丸子，兔子和小鸡是生物呗？真是的，不是一回事吗？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啊。什么嘛，男孩子还这么纠结。总之我们要去好好的照顾他们呢。对，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今天不是应该五个人去的吗？少了一个。另外一个人是，哎，应该是。回家把书包放了，老地方见啊。嗯。啊，另外一个人是珊珊同学。等一下，珊珊同学。嗯。珊珊同学，今天也要去饲养室的吧？是不是你完全忘记了呀？哎呀，忘了。喂，反正你都忘记了，逃了算了。抱歉，大爷，要不你先去，我马上就来。没办法了，那待会儿见了，你快点啊。不好意思。拜拜。嗯。真帅呀，呗。不好意思，那我们走吧。哦，猪太郎，走了。真抱歉，呗。啊！你们好，打扰喽。我们快点把它们弄干净吧。我去打水过来吧。嗯。鸡蛋粉。嗯，真的呀，把它拿回去当晚饭吃吧。开玩笑的呀，不要这样啊。快点吃吧。哎呀，真是可爱呀。多吃一点哟。鸡屋总算打扫完了。你们这边怎么样了呗？我们这边也刚好弄完。那么接下来就只剩下写日志了。好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没发现什么，没什么奇怪的事情啊。太好了，值班结束了。那回去吧，呗。兔子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不好了，门！是谁最后一个出来的？是我。不能再让他们跑出来了，快去把门关上。悄的，好嘞，外婆，别再跑了！不宜，等等，站住！珊珊真是慢呐！哎呀，在干什么呀？怎么还不来呀？大野同学，冬田，
你有没有看见珊珊啊？嗯，没看见啊。这样啊，谢谢啊。嗯。抓住了，还剩一只，还剩一只啊！等等，哎，猪太郎，去你那边了。来吧，笨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笨笨笨！看来不行啊。对了，快看，兔子，胡萝卜看起来很好吃啊！啊，他看到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没事啦，别放在心上。兔子都回来了呗。对呀。刚才其实很有趣，你就别在意了。但是弄到那么晚。糟了，大爷还在等我呢。拜拜。我也去呗。都说了，那个球是我的，把它还给我，快点。说什么呢？它是掉在我们这边的。不是掉在那边的，是我放在那里的。上面又没写你的名字，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你的？够了，还给我！这边，这边！你们几个，可恶！大爷同学，不好了，不好喽！危险呐、你是故意的。哎呦，故意说别人坏话呀。继续玩吧。你们几个，你以为你一个人可以打得过我们三个人吗？过分，那些人太过分了。可恶，珊珊你在干嘛呀？你嘴里嘀嘀咕咕在说什么？过来过来，想要的话就过来拿呀。让你久等了，真慢呐！这个是大爷的球，这家伙是谁呀？太嚣张了吧！要打架吗你？这个，喂，你们快看，那不是大爷和珊珊吗？加油，大爷同学，珊珊同学。哎呀，是冬天同学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大爷同学，他们在跟坏蛋决斗呢。坏蛋？那些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估计是闲着没事干吧。大爷同学，冬天你还在啊？殷同学也在。大爷同学，你受伤了？小事而已啊。用这个吧。不用了，这点小伤自己会好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要跟大爷同学道歉。珊珊同学本来跟大爷同学约好了，结果却来迟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小英，你可真是纠结。但是没事了，这点事，对吧，大爷？珊珊同学，那个可不可以让我做你们的手下呀们？手下？可是我们不需要什么手下啊！求你们了呗！我不要，我拒绝！求你们了，求你们了，求你们了呗！求求你们！喂，猪太郎，你别这样嘛！
吵死了呗！男生崇拜男生，这可是男人的浪漫。他说男人的浪漫，真不知道如何回答呀。猪太郎，你求你们了呗！怎么办呢？受不了啊！求求你们了！哎，没办法了，随便你吧。哎，谢谢贝，哎，谢谢贝，谢谢贝，谢谢贝。嗯，如果他们做大爷手下的话，莫非我就要成大姐了呢？小的，谢谢大姐姐贝。呀，小玉啊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呀。猪太郎，就这样。猪太郎因为男人的浪漫成了大野和珊珊的弟子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贝贝。猪太郎被逐出师门。我走了。小丸子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哦，是大野和珊珊同学。嗨，早上好。师傅呗，师傅，师傅们早上好啊呗。师傅，什么嘛？别这么肉麻，还是别这样吧。您在说什么呢呗？你们两个可是我的师傅，我要跟随你们。什么呀？不就是一起去学校吗？真烦人呗，别多管闲事了呗。好好，就算我多嘴。师傅们，我来给你们拿包吧呗。不用了。哎，我来给你们揉揉肩吧。不用了，我的肩不酸。哎呀，别这么说嘛呗。早上好啊，冬天同学。早上好。大爷同学是师傅的话，那我就是大姐。老大，路上小心。好。冬天同学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大爷同学呢？他们早就走了。当然，冬天一次都没有被叫过大姐。骑士回旋踢！喂，你们两个注意一点！即使这样，我也能反手。根本不听劝。每天都不回你。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！呸！不要骑士！喂，猪太郎，快过来！你也是战友啊！我不玩了。我不会再玩这种无聊的游戏了。什么不玩了？猪太郎这家伙，昨天不还是和我们一起玩的？没办法了。师傅，猪太郎已经变得跟我们不一样了。说是有了什么男人的浪漫，这都是什么呀？来了来了，嘿，接好，哎，接着，哇，胜负已分了，哎，输了，大爷和珊珊一组，我们怎么样也赢不了啊！你这么说真不好意思啊。这么说来，猪太郎也撑到了最后呢。猪太郎真努力呀、啊！不管怎么样都不能退缩。富田同学一直躲在大野同学和珊珊同学的背后，完全没进攻哎。不啊，这么一说好像是啊。这样不好吗？以前不是常说走为上策吗？呗，躲在大野和珊珊的背后，肯定就不会被砸中了吧。弟子受到师父的照顾有什么不对的？呗，对吧，师父们？每支队伍都有师父和徒弟啊，玩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关系啊。师父们，请你们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呗。糟了，回去吧。好的。哎，师父，等等我啊呗。那是在干嘛？真是一刻都离不开呢。小丸子，你这样一说，更像跟班的呀。哦，师父徒弟啊。这不就跟清水次郎长一家一样吗？他说这是男人的浪漫，你明白吗？为了师父，哪怕是牺牲自己。男人崇拜男人的世界，就是真正的男人的浪漫呢、啊，真是风流倜傥。风流
风流倜傥啊。第二天，做清洁真累啊。你怎么做什么事都叫累啊？辛苦了，拜拜。哎，师傅们，我也要回去啊，哎，朱太郎，你在干嘛？大家都还没打扫完呢。我已经打扫完了呗，我回去了呗。做完了，你可以帮助别人做的嘛。自己做完了就溜走，真是狡猾，真烦人呢呗。我有要紧事呗。啊！等等，朱太郎，什么嘛？那家伙真讨厌。那就是男人的浪漫呐。我爷爷说，男人的浪漫就应该要像清水次郎长那样，讲义气、风流倜傥的样子。那家伙哪里风流倜傥了？师傅们，不，等等我不。你今天不是要做清洁的吗？你是不是走的有点太早了？我很快把它打扫完了呗。啊，你们的肚子饿了吗？不，我拿香蕉给你们吃吧。不，我不饿。哎，那背后有没有一点痒呢？不，我来给你们挠挠吧。我不痒。别客气嘛。不，不是客气啊。哦。我是你们的徒弟，想一直在师傅旁边，随时可以帮忙呗。你这么说真是……其实我们并没有。今天你们打算做什么呢呗？我来帮你们做作业吧呗。说了不用了。那我来帮你拿书包吧呗。我想为你们做点什么呗。不用。终于打扫完了。朱太郎，真的不用。那不是朱太郎吗？该做清洁的人那么快就跑回去，居然还留在学校里。就算不打扫卫生，也不用跑来给大爷和珊珊提包吧。明天见，拜拜。我自己来背就好了。我也是。朱太郎，你没去打扫吗？不是没有做，只是很早做完了呗。以后还是不要再说什么师傅和徒弟的了，我们就到此为止吧，对吧，珊珊？哎，师傅们，这么突然？不突然，从一开始我就是这么和珊珊说的。啊，我们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师傅，所以也不需要什么徒弟。朱太郎，你被逐出师门了。逐出师门，不再是什么师父徒弟了。拜拜。啊，哥哥，回来了不？等你呢不？夫子啊。再来一次不？啊！家伙是昨天那个。喂，小孩子不能滑了，你让开一点。真烦人，你们给我滚开。碍事碍事。哥哥，父子，我们去那边玩吧。不，哥哥没事的。不，有哥哥在呢。不，我们也想玩秋千呢。我们比赛吧。喂，让开。我们先来的呗，先来后到，懂吗？够了，快给我闪开呀。住手。哥哥。喂，快给我妹妹道歉呗。快道歉呗。她坐在这上面本来就很危险的，我这么做是为了她好。快道歉呗。你想干什么呀？是你们要抢东西。快给我妹妹道歉呗。想干嘛？想打架吗？真烦人。谁让你跟我们作对的？真不像话。朱太郎，喂，你没事吧？冰冰，关口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这家伙的救兵来了呀。是的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是这些人不对不？哥哥没有错不？小不点快闭嘴啊，不准欺负小孩子。嗨，你们只会欺负弱小。什么？这么说我们就来干一场吧。你说什么？生气了，正如我所愿。冰冰，关口，对不起。什么嘛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啊，冰冰，关口。喂，怎么又是你们几个？你们这几个家伙不会又是来捣蛋的吧？
不好，是他们两个。你们几个想要干嘛呀？想要跟我们打架是吗？不是，不是的呀。对不起。得救了。我还在想要怎么办呢。说什么呢？你们几个足以把他们搞定的，对吧，大爷？没错，当然了。真的吗？是吗？父子也是这么想的不？刚才谢谢大家了不？哥哥也很酷的不？哥哥刚刚很厉害的不？父子，猪太郎，不错嘛！大家都来帮我，真是高兴啊不？谢谢你们不？不用了，我们不是师父和徒弟，我们是朋友。对吗？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大家，你是的不？是朋友。不不不，真是吵啊！小鱼，兔子跟我们班的男生在一起呢，好像很开心呐、啊，好像又和好了。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好嘞。接着。好嘞、啊！你两个人还是好帅啊，贝！猪太郎，他在干嘛呀？踢球的时候别发呆呀、啊！来了，贝！你踢到哪里去了？就这样，猪太郎结束了他短暂的拜师生活，但大爷和珊珊在他心里永远都是师父。看着落叶，唱着落叶的，悠闲自在的，真好啊！小丸子因为友情极其苦恼，尽管每个人都在烦恼中成长，快告诉我吧，苏格拉底。下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《笔记本一角的秘密》和《法国梧桐树下》，敬请期待哟。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，哎呀呀，开塔古拉丘林库。